朋友们好，今天给大家欣赏一棵非常有名气的卡特兰，它的名字呢叫魔法棒，中文名字叫魔法棒，英文名字叫 Magic Wand。 我想中文名字是从它的英文名字这样翻过来的。那这颗魔法棒现在状态非常棒，它有两个花杆，而且呢都开得很漂亮。我在花友那里看到了这一颗正在接花苞的魔法棒，就拥有了它。它呢是卡特兰当中花色非常艳丽的一种，花呢不算大，但是它一开呢会开一丛，开很多很多。像我这个呢开的还不算很多的，因为它同时有两个花杆，有花友呢一个花杆上开十几朵甚至于二十几朵的都有，那就是真的是很壮观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魔法棒的卡特兰呢是美得很辉煌的。说它辉煌是两个原因，一个是它的花色非常艳丽，是这种阳光色，另外呢就是它开起来的时候呢花开得很多。它目前的状态呢很好，可以看到它每一个花杆呢都很强壮，而它的花呢真的是百看不厌。从远处看它好像呢是开的一丛，感觉上好像它不属于非常秀气的花，可是当我仔细去看它的时候呢，去欣赏它的花瓣和唇瓣的时候呢，又觉得其实它是非常秀气的一种花，尽管呢它拥有非常辉煌的灿烂的艳丽的色彩，它依然不失秀美。特别是它的唇瓣很漂亮，不是那种好像很简单的就一个颜色，它的唇瓣呢边缘有一点点像花边一样，然后呢橙色的唇瓣中间呢有一点点白，这样呢就显得它的色彩更加丰富一些。这个魔法棒在刚刚盛开的时候呢，它是紫色带一些古铜色，紫红带古铜色，就像它的花苞这样的颜色。然后随着张开几天以后呢，它的颜色就开始逐渐的改变，像橙色这个方向发展，就是像夕阳红吧，夕阳红，然后渐渐的呢越来越向橙色发展，这个给人带来的视觉享受呢就很丰富了。这是一种，我说它是一种有层次的视觉享受。卡特兰品种非常丰富，有大花有小花，并不是说小花的卡特兰就不如大花的卡特兰好看。当你养一盆魔法棒以后呢，你就会意识到这种小花的卡特兰因为花很多开起来很艳丽，依然可以超越一些大花的卡特兰，或者说呢它们美得不一样，各有各的长处，各有千秋。所以一旦迷上卡特兰，也会像迷上蝴蝶兰一样，会疯狂的一下买很多盆，因为它们实在是每一盆都有自己特别的优美之处，动人之处，非常迷人。现在呢这一颗魔法棒是刚刚盛开不久，据说它的花期也很长，会达到一个半月左右。那我呢在这个早春时节，因为拥有了这一盆
魔法棒呢，也点亮了我的花架。尽管我的花架上也有其他的花，但是这一颗是最灿烂的，它的颜色呢最接近阳光，而且呢非常健康，不需要我操心。现在呢只是简单的浇一点水就可以了。好的，关于我的魔法棒呢，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。谢谢大家观看，谢谢大家关注和订阅、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